我最近呢、有一个保养上面的烦恼，不管啊我怎么样的保养，都觉得呢皮肤没有明显的改善，不晓得呢是不是我保养品没有挑对，又或者是呢我的保养手法出现了问题呢？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基底保湿没有做好哦，所以造成95%的后续保养都是浪费的哦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当你选择了正确的基底保湿产品，自然后续的保养可以变得事半功倍。好的基底保湿最好还能够添加一些植物精华、复方的维他命。我要用热毛巾呢，先让我的脸上的毛孔呢可以彻底的张开，这样子后续做保养呢就可以加强它的吸收了。像毛孔已经张开了，我要加强的按在整个脸上哦，由下往上每个点都按一下，轻轻的按上去。这样子呢也可以让保养品呢随着我们按摩的方式呢进入到我们脸上，这两侧你可以稍微再做一点点按压，做一点淋巴的引流，你会觉得超舒服的。好的保养要从第一步好的基底保湿开始做起，就可以让我的保养品彻底的吸收。哇哦，使用之后呢我的肌肤真的像水一样透滑弹亮呢。